知影做工程吼，赚较济。啊，这几年来，你嘛愈做愈好，愈做愈大。啊，做袂了的，你都发拨给你以前迄仔咧做。啊，结果咧，阿福欠咱200万，欠较糟咯。啊，伊之前做迄工程，咱嘛是爱付钱继续做。啊，阿尊家己借40万，啊，借到跳票，找无人。啊，阿福啊，做迄工程品质嘛足无稳定的。你身躯边的人吼，真正无一个会当甲你斗相共。好啊，你讲我欠你钱，啊，你敢有证据？啊，借过的嘛无啊。你即摆是啥物意思？啊，算要准袂无？蓝马点点，我来讲，你上好是莫一直陪，我若无，直接甲你陪。阁有啊，你若想要你的工程顺利完成哦，你上好是帮我工资达到，啊若无，明仔载就停工。刘志斌，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，啊不为着你，甲身躯所有的钱，甲租厝拢卖掉。即马你连一个会当给阿母遮风漂雨的所在，嘛保袂掉。我的意思啊，真简单啦，我是这间厝的主人，以后这间厝吼，就是我做主了。妈妈怀阿嫂吼，紧甲迄张图书吼，签签的，甲房间吼整理好势。等阮进时吼，我哩来时阵哦，迄其他代志，咱慢慢参详。你做人到底是偌失败？朋友、兄弟、亲人，才会对你这么啊无情？请你长的时间，我犹原坚持一个人。阿斌，所有的困难，我家己承担。我认得人。想到彼一天，心肝头就袂轻松，对你的爱犹原遐呢重。那拢无好电话啦，那人是走去倒啊？阿斌应该袂做啥物戆代志吼。阿珍，阿斌有在讲的无？边个无在讲的？那安尼啦，啥物拢无交代，人就走无去。错，你先卖紧张，我即摆去别位坐管的。嗯，我嘛在找。大家保持联络，边个一定袂有代志啊。多谢。过了无予我的不甘，当作你的手，那卖吧。囡仔，啊，你拍算当时要搬倒来厝的啦？好好，最近哦，我就我工程在做啦，啊，较无闲，啊嘛无这个案数啦。啊，是你的意思？啊，是恁波英的意思？啊，阮哦，伫台北遐尼久啊。啊，基础嘛拢拍在啊，那有可能哦，话搬就搬啦。啊，而且哦，我的计划拢已经真固定啊。啊，若是搬倒来哦，啊，我一切都爱搁掂来啊。反正哦，甲台北真近啊，哦，有闲哦，我甲就倒来看。我伫台北拼这么久，起码唔若无法度给阿母享福，甚至连大个所在拢无啊。我活在这个世间，阁有甚物意义？阿父相信讲哦，你一定会东山再起，绝对会比以前阁较好。阿母，是的，我是让你失望了。
阿母，希望后世人我阁会当做你的后生，好好啊，甲你养下。不用啊，若是咱阁有机会做翁阿母，我一定好好啊，甲你疼惜，袂阁予你受着任何的委屈。相爷，你要好好照顾阿妈甲恁妈妈，请恁原谅我的软弱甲自私。我应该去的所在，你应该去的所在，就是我身躯边啊！啊，有啥物代志，袂当解决，一定要行这条路。你哪会这么自私？你做你去，做你去开我，敢有想到后摆我一个人是要安怎生活？歹势！你莫甲我讲歹势，去甲阿母讲歹势。你一个不好囝，你叫一点那就解脱了是无？一点仔精神拢无，我真正目睭找袂着，嫁予你这种无路用的后生。是的，我让你失望啊！你莫甲我回信嘞，我要你振作起来，予我希望。你毋是讲过要照顾我一世人？啊！你若会当讲话，无说话。我对不起你。你无对不起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飞啊！你要冲啥？飞啊！飞鹰啊！你想要冲啥？你要先死啦！哎！飞鹰啊！你不要来啦！飞鹰啊！我又不好意思啊，你让我先走啦！你看你一个，你要安尼啦？什么都无啦！我袂放手的，我唔放，我要是放你都无啊！你哪会认输啊？哪会认输啊？你看你一个啊！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来啦！起来！来啦，你真真的啦，飞鹰啊，来啦！你莫安尼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我失败，我不好，啊害阿母哦，为了我咧艰苦，啊即马搁爱叫伊跟咱搬出去受苦。你嘛知影你不好哦，你若先走，我是要安怎？阿母即马咧破病，当需要你的陪伴甲照顾，啊搁有项羽。也未娶某生囝，啊！你源头就做你走，甲一个假的主人拢给我担，你搁一个人是要安怎生活？啊！即马你人放弃啊，阿母就归咧找你，大家拢咧找你，大家拢足烦恼的。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。你唔知要安怎，你就放我一个人。你当初有讲过哦，不过父母是安怎反对，
不管是外是外艰苦，咱阿母一定会行到尾。你来讲话，无错话，讲话无错话啦你。我是一个无合格的后生，后生老爸还阁有兄哥，哪呢？我即马阁啥物拢无啊！你阁有我，阁有阿母、项羽、雷关，这拢是你上亲的人。阿阁阿神啊啦、秀敏啊、李长姆啊、李长伯啊，这好朋友拢伫你身躯边。你哪会当安尼放弃你家己？我做少年，都一直希望会当好身躯边的人过好的生活。不过即马我唔但做袂到，阁害阿母甲你受遐尼大委屈甲痛苦。有你啊，咱才有一个家。迄厝敢若是吼，你住诶所在尔。啊，虽然即马咱厝拢无去啊，是真艰苦。啊，毋过至少咱无债务啊。我相信吼，只要靠咱诶双手，咱肯打拼，一定会重新开始。所有诶痛苦一定拢会过去诶。你一定要答应我哦！我即马开始，你袂用安尼对待我。那无好，你若真客气啊，我后下就退去。我要甲你聊聊聊。